坐火车24小时 back to back， 气地空鸣箱挺直佢背脊，太疲倦面色发青，已坐到僵硬嘅 pack， 咩嘅 backpack 几件衫一副 pair 同张纸，电话关机家人劝告佢唔听，闹佢仲活喺梦境，仲未醒就毅然离乡背井， wanna be a man， 听人讲有金矿喺南方嘅省城，肯打拼就有三房两厅，所以翻山越岭南话淘金。告别了妻子，他背上了袋子，他跳上了火车，再跳下了大巴上电车，未来像是一道开放的题目，没任何选择，出租屋笼里的笼里的潮湿的空气，他该选择日结或月结，见过不少浑浑噩噩，所以他选择了兢兢业业。 How you make a live， 当你一无所有，在农村没有机会，在城市一切都有可能，起码有足够资源匹配，起码你下一代拿到了入场券，他能在这里长大，朋友同学也在这里长大，不会经历你经历的那么大的相差。人才门在人才市场，有人想攒一笔钱回乡，有人想赚了就花，通宵在网吧闻得像个烟灰缸，有人在工厂做学徒，右手被机器绞断，在他20岁之后用赔偿金创业，开了个早餐店，改变一切消费。该怎么选？霓虹灯下那沉重的村是无尽的深，父亲的声音回到耳边，鼓起勇气面对那无情的针，无所谓公不公平，在附近的奶茶店找份临时工，看到有客人来了，他送那齿轮转动 ，Life goes on。In the city， 这里并不 easy， 几百万个人来争夺100多个机会。Living in the city， 至少这里 anything is possible。子弹上膛拉更low，在跌跌撞撞 stop and go。拿走奶茶打量面前这位兄弟有感触，从他皮肤看出他刚刚踏入城市路。Never mind， 打车到机场，起飞是6:30，告诉司机有点赶，交通拥堵有点慢。那边南下，这边北上，背包背上飞往北方，选择创业在北京。女朋友来自本地，住着租的自如50平米公寓屋子里，寻找着立足之地，就在这条淘金路。他第一次来这就感觉跟成功近了一步，虽然他也出生大城市，但那不像北京那么的酷。这里像个巨大的 disco party， 去不完的工体的局，星光照耀的 KTV， 充满霓虹拥挤的区，酒肉饭局。他被逼的吹牛，也认识了明星和投资人，但那也只是个 title， 重点还是口袋里的钱是不够支撑。在外谈天说地的社交成就感爆棚，当他露面回来还得面临房东每一个月的花呗和柴米油盐。做自媒体为更多的机会跟人脉，他拼了命的工作，但是那支出是否能承载不够人的团队跟办公桌，看上去像是行业精英，却只是北漂中的一个。不管他账户有多少存款，在这是永远不会赢的。生活在这北京，北京永不眠的北京，只能奋斗，他没有背景，害怕自己只能变成背景。机会很多，未知数也一样，安全感是没法得到的，不会满足于自己得到的，没得到的太多想要的。 In the city， 这里并不 easy， 几百万个人来争夺100多个机会。 Living in the city， 至少这里 anything is possible。子弹上膛拉更low，在跌跌撞撞 stop and go。 同路不同的人 come and go， 追求住人生幸福，编写命运的金曲。你条路水土不服，但性格依旧不服，就算是一扑一碌，宁愿翻到屋独自偷偷一扑。在你度的第几宿，第几次高潮低谷，继续在这个制度打滚，杀出条生路。 Living in the city， 究竟是天堂定是地狱，便估到最后结局，送给他最大祝福，南北淘金路。